规矩不会，如果补得很夸张那种就很难玩的啊，就会崩得很离谱。我有个朋友完全把是下路辅助，动不动死十几次，根本玩不了。你不会很夸张的。你炫耀自己能力的样子，像提了一只猴，刚刚找到了棍子。我无力了。有个小伙伴说啊，没有之前打 MVP 厉害了，这样我全神贯注，全力以赴，让你看到一个究极体的我啊，兄弟。算打的是个王者魂断啊，但是我要让你知道，末期青年穷啊。我想要带个 TP 啊，前期被我压了，就是要那个被我压，然后回家一瓶药都不吃，硬回家的那种。他又毙了，主毙的呀，这个人。炮射哦，不，
打不打？打包一下，他就两个人，你们怕什么？对啊，这怕什么？我操，两个人在这晃来晃去的，我这不杀在等什么？你们看，兄弟们，三连跪之后马上就好起来了啊！就每天三连跪过完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怎么输了。后面你们知道吧？下次我先打三把匹配吧，先把每天的任务做一做啊。终于你已明白，变成回忆，没有人再对你说起那些过去。回忆的画面，我们终于难忘记。我有护臂，打我吧，打死我！哎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！哎呀，我有护臂，打死我！哎，打死我！哎呀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受不了了啊啊啊！我慢推线。你看，我这才叫帮人推线，所有的血线全打到残血，给他去收。妈，别人帮我推线是把我线全吃了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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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炮石明明能扛得住，你为什么要吃我的线啊，大哥？这明明炮石能扛得住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线吃了呀？为什么呢？还好我现在拿两个头啊，无足两位，我拿两头啊，所以没吃线。如果他拿两个头的话，线我就吃了啊。肯定要经济大家分摊一下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加起来也最少有一个头哦。他们上路也炸了啊！他们上路一个宗师，我们上路是五星人助力啊，王者那能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段位。段位虽然说不是完全衡量技术的标准，但是 也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嘛。盲目我也曾经说过啊，贵神的卡牌是琳琅恐惧。沙利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个中单可以跟他进行中野无敌联动的话，那个人一定是无神。多帕曾经说过啊，无神的中单令他受益匪浅啊。
感觉武器好像可以打二的感觉，很屌的样子。哦，这个，哦，哦，我操，我操，牛逼！果然有神分跟没神分差距好大呀。霸哥曾经说过，霸不如跪啊。亲手说过很多次，霸不如跪啊！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听到过啊。没啥料啊，像呀，有啥呀？可惜啊，这两张活佛要维护啊。刚找到连胜的感觉，哦吼！你是真的？这换个中单的话，已经把他干死了吧？应该。观察一下，先观察一下。不能乱飞啊！卡牌英雄不能不飞，但也不能乱飞。这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，不能不飞，就代表着卡牌这些英雄不能无作为，不能乱飞，不能乱作为。不飞是零作用，乱飞是副作用。你想做零作用还是副作用？哎！你插眼啊，笨逼！这没地方往脸上撞，哎呀，我往胖子脸上撞，哎。
哎，今天说实话，身体啊也不是，这两天感觉经常生病啊，不是说生病，就肚子不舒服，感冒也不说感冒吧，就感觉肚子疼，胃也疼，肾也疼。下周去做个体检去，哎，下周去做一个那个肠胃镜啊。我去年还没体检，我每年体检一次啊，去年一直没体检。我前年体检查出来我有那个肝结石和肾结石，胆结石和肝结石，一直说要开刀，一直没去，哎呀，烦死了。别跑了，弟弟，别跑了，弟弟。这人要不是演员，要不是买号的，剪辑是吧？我来试试看，什么水准？哎呦，感觉是有点笨逼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一旦我的这个有哪里地方隐隐作痛的时候，我在想是不是我他妈结石要复发了。就结石啊，就是它不发作的时候啊，它还很小的时候一点事没有，但是它一旦要疼的时候，那就是撕心裂肺的疼啊。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都结石，那疼的是在地上打滚，你知道吗？就男生啊，男生疼的在地上打滚，巨疼啊！你是不是当我没操作啊，弟弟？你是不是当我没操作啊？真的。这结石疼起来能让你直接晕过去啊，很疼很疼，贼疼。然后打那个有个叫什么杜冷丁吧，是不是还是什么来着？是不是有没有应该直播间有没有那个结石做过手术的？是不是就是很疼很疼的时候给你打那个杜冷丁，就全身好像很舒服的那个啊？我有个朋友，我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兄弟啊。就结石，贼疼啊，贼疼！所以我害怕呀啊！那医生让我去做手术，我他妈一直拖，一直没去，我害怕呀！我怕我做手术嘎了，我操，害怕呀！别个被动，开大招。
冲啊！但现在的话所说啊，都是微创啊，都是微创。不过这个结石好像得插一个管子，然后从你后面插到身体里去，反正挺伤感的。反正我觉得挺伤感的啊，所以我一直没去啊，还得全麻。